内容啊，这是七月七开始开播，啊，这里我呢会当这两个网站会当去看卖啊，啊，详细的资料拢有。来，差不多你们起来，人若无摕到簿的，拜托来掏钱吼。有关会计制度啊，谢谢各位，起立。今天，今日，嘉姐，啊，林秘书长，啊，各几位啊，首长。大家同心，大家早安。好。今日我要跟大家探讨的是，
咱的会计制度啊，甲内部控制。啊，要讲之前，要提一个问题，大家来想看卖。大家有这个感觉无？为什么咱阿扁的总统甲李登辉总统国民党啊政府流亡政府起诉啊，这两天的代志就是李登辉总统遐久的时间拢无代志，拄啊这个时阵提出啊起诉，这是啥物原因？大家想看卖。啊，这就是会使讲依照我的观点啊，是流亡政府啦，伊无把这会计制度完全了解啦，伊在调工，资格处、审计处、会计人员，大家拢无做，拢无执行，哪有一个总统咧管这个小的、这个诶事务的代志？无可能的代志。啊，所以大家来上这个课，家己我爱了解，以后可能你我会去做到这个代志，所以大家爱啊了解讲，这就是什么情形？会计啊，新的我们注意啊，新的定的代志。啊，副处长也无代志，会计科长也无代志，啊，因遐是啥物叫做内部控制？安尼大家就真了解，所以讲，咱爱了解讲，咱即卖的啊，以后咱的会计制度哦，要安怎来变？啊，爱来了解，这个啊，甲大家讲，咱这份《台湾公民权利法》29条特别规定，每一个啊以后执行者，拢爱根据这29条咱的规定啊来做，这就是咱啊民政府未来要甲台湾啊行出一条的附条，大家一个理解度，所以早期外国人都甲看到台湾啊是好好查，已经甲你定论过，以后这就是咱未来要发展的一条路。啊，我伫遮啊，要甲大家讲，咱拄啊有这个啊林秘书长啊来引导甲啊。何瑞妍啊，那么啊，顾问啊，来给咱指导，但教行出这条路。啊，足感谢大家花时间来参加。啊，我啊来即马再来介绍讲啊会计啊这个制度。啊，咱在讲咱在差不多分即几。啊，
咱呢今仔日要甲大家介绍是即几个项目诶，咱诶议题啦。咱第一个就是讲会计制度诶重要性，啊，过来就咧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诶重要性。应该讲这两点，头拄仔讲遐个话，应该就是这两点。为什么咱诶法院、检察官，因是观察也是到，所管拢是台湾人，资格厝一点仔关系拢无，会负责会计单位内部控制的人拢无责任，安尼大家去想就知影。这点暂停了解这个情形。那么我看大家画面，我大家吼，免讲真把这个课程拢抄完吼，我拢丢在那边吼，拢会俾予大家吼，啊，这是公开的吼，我会抛好的吼。啊，咱即摆都讲来就是讲内部控制缺失吼，啊，甲这个风险甲公司这个自己的因素，这个就是现在世界上。因为美国那是发现迄个会计上的这个舞弊啦，这个做啥？这个舞弊啦，所以伊发展了伫国会啦，因众议众议院甲这个参议院参议院甲众议院啊，来推出这个。沙丁法案，这会使讲，互咱做内部控制真重要的一个法案。全世界几乎拢按照这个法案来推行所以讲这大家应该爱了解的所在。当然，咱有提到一挂个案，就是讲比例法律事务所啦，也立案，哦，这样子就是员工啊，那么钱款而逃啊，那那种把钱款款的乱干，我在中国的，咱的。保安局的一个保安局一个会计会计处长嘛，乱讲，把所有的资料摕去，可能伊这叫做保命啦，袂去即马拄啊用伊个方式要来抹黑咱的台湾总统过来这我把我答案这就是正式掏空啦，这王佑珍大家也知影，哦，立霸案，我看只爱咱来做一个简单的探讨，咱即马就来咱来看会计制度。会计制度啦，下面叫做会计制度啦。那么咱会使讲是在我们就是一般的是是在这个一般的公司的会计原则甲其他法院法院要求下的企业甲这个做团体甲这个做集团那么依照这个会计制度来定一个较
会完善哦，啊，一般啊，经营啊，这职责啦，啊，重责啦，啊，这就是啥？只要这就是啥呢？主要就是内部啦，爱建立一个会计的循环，啊，这个循环啊，拢是大家的了解，拢是从这个传票，哦，啊，加啊取得啊，依照传票啊，再来记这个效果，啊，效果啊，再来做这个财啊，这个财务啊目标。啊，填这个报告了后，啊，才啊送予啊所有关的所爱的部门，啊，这就是咱所讲的这个啊会计的循环作业啦。啊，那会计政策跟方法，这就是讲，因为看这个咱差不多啊，咱这边话来啊解决啊解释的会计政策，可能会。差不多了解，但啊，他这样才过来说明安尼。啊，伊接下来做一下，咱也在讲不确定的情况吼，无确定的情形啦，来做一个科技处理。咱这两个会使甲大家来搁想一个问题，说会使讲为啥哩会计咱所讲的。咱大家可能有诶，拢厝内拢咧做生意，拢会请会计师来甲你管理你这个啊账。咱会去发现着讲，咱请甲会计师来整理账，再来请一个会计师来整理账，假设两个会计师。相同的啊，即个凭证甲即个资料拢交互你整理，为啥物到尾啊，赚的钱啊，无一定同款？即点就是因为啥物原因？就是咱啊要讲，就是讲，即就是讲会计原则啦，有诶。想法利用多一个原则来做啊判断，这拢有无同款，就是讲，但佮讲来就是所做的小啊，大概一个无同款的会计啊会计师啊，伊的想法佮伊的观念无同款，因为这拢有一个判断性。所以讲，这个会计啊，咱会使都讲到转来讲，咱来看讲咱的电报啊，电报费，诶，咱来要去电报费，啊，有诶讲，制度啊，咱的制度啊，无同款啊。有诶讲啊，要用现金基础来做；有诶讲，诶，或是啊，存款啊基础、存折啊基础来做。安尼算起来绝对无同款。啊，咱好，下一张。啊，我看，因为大家也毋是讲去真了解讲这个会计的经验啊，但介绍讲啊，一般公认的会计原则，你因为会计，伊就是根据这个原则来做账。
哦，我看这大家我看应该会了解，拢是你做的少，是这个单位你若讲啊，总统府所做的少，就是总统府这个单位的少，做出来的效果，做出来啊效果就表示讲。总统府诶，这个诶报表啊，咱即马讲讲到转来吼，咱现在啦，咱啊现在诶，联邦政府啦，用这个规定，上市的公司啦，伫这个啊2013年啊，咱。上市的啦，公司啊，拢爱采用啊，一般说啊 ，IFRS 就是讲，咱所讲的就是国际财务准则啦。我们依照国际财务啊准则来做这些国际财务准则来做。哦，这就是什么啊？这就是咱所讲的就是。拢是企业啊，企业国企啦，继续经营啦。啊，我嘛是有这个单位，我看这我看应该大家拢太了解吼。但拢是也做啊，现在就以后发展的用基金啊做单位来使啊，他们用这边做单位。啊，这个就是货啊，这个币值啊，货币的啊。一定是咱消费了，买落来100块就100块。哦，这几年来拢100块，啊，实际上一定有贬值的，啊，贬值啊，啊，这可能咱无，啊，这个咱这个期间啊，日本啊是4月初开始，到第二年的啊3月30日，啊，咱现在拢是1月初1，到12月30日。啊，会使家己规定无？伫世界各国所采用的啊，无一定同款。啊，我所知影，啊，有诶伫无同款诶情形，讲我是8月初开工诶，我咧8月初又开始，会使也未使？这个会计制度我会使，哦。啊，这就是讲，这个期间啊，这个啊，会计啊，这个期间哦，你家己来定。啊，过来就是重要性加啊，稳定性吼。这个就是要讲的，就是讲，有个人把这个买的物件，把力度资产，袂讲这是费用啊。哦，咱上简单讲，修理厂，伊。来买一个修理工具，而且这个工具上半年未歹，啊，是要拿来做资产，啊，是要拿来做费用，买偌济，啊，买2000块，啊，你大家情况来看，有诶讲诶，这个要做食，要做资产，伊这上半年未歹，啊，有诶讲，啊，这2000块尔。啊，咱生意做咧贵一点，啊，2000块这都费用，啊，这个不费用，所以大家会尽量来讲，我头拄仔所讲的，甲因的判断，哦，判断讲心思，啊，心思做出来都无办法，啊，有诶会打问，不然有人打问讲，啊，点考试啊，点考试啊，啊，那会。固定考啊，咱参加政府的考试也好，咱学校考试也好，一出来答案拢同款。我甲讲，你出题目的时啊，拢甲你限制好啊，伊无爱互你去选啊，伊甲你限制好啊，出来题目拢甲你限制好啊，伊假设条件伊拢甲你限定啊。啊，所以出来答案拢同款。
那是有枪啦，因为遮济空间，互你来啊决定。啊，我头拄仔那咧讲，咱啊台湾人民啊反对法案啊，就是咱的医生啊，可以的只先顾到好的的考量啊。本意比好不也变无加一个，咱袂使来执行啦。哦，即本我大家拜托，等下看详细。啊，阿伯啊，国舅啊，要变出来这啊，这个啊预算，就是我按照哦，按照这个讲啊，咱啊。回来了、哦按照这个先本甲效用的考量，好、哦，这就是咱以即马讲，必上来这个做啊，由国务院统筹啊送这个啊参院啊参议院时的，就是按照这个顺序啊来安排。啊，排这个顺序啊，有这个规定哦。啊，这我让大家知影一下哦。啊，过来，咱咧看到，这就是讲行业哦。有个人一年，那讲配偶，伊甲做这个大厅的生意，甲官厅啊，还风速速着。所以因遐根本生意就足歹做，哦，啊，所以讲因那边配合伊咧设，伊要安怎来分担伊个成本的计算，伊就爱加设讲，我这个不同，那咱讲当然固定成本的分析内底啦，伊就我来分摊，啊是要安怎来分摊，要伊。依照伊个 A N 业务来算，吼、哦，每个月要赚偌济，啊，你就伊就袂使用一年来算，因为他伊他半年无生意嘛，哦，依照讲伊个营业哦，六个月啊来分摊伊这个啊费用的摊啊，诶，这个摊销啦吼摊。这个就是啊，但所讲的，就是先本，甲这个叫做效益的啊考量。啊，甲反正我讲的就行业变，有诶就是季节啊，季节性。啊，再来啊，咱往后提啊，有提到讲啊，现金啊，基础加啊，宽窄啊，宽窄的基础，诶，发展的基础，我先简单讲一下吼。啊，较早到现在，应该医生管，因为至少的制度啦，大部分拢是现金基础啦。因安那，我你来看病，无欠少的啊，啊无欠少拢收现金嘛，啊所以讲啊收来，伊就继续的。啊，伊买药啊，哦一届买来啊，叫讲啊。上来哦，付现金啊，付付嘞，无迄个欠债啦。虽然为有手交物件来，伊即摆无来收，伊啊后个月来收，后个月是后个月会少啦。这叫做现金啊基础，无迄个讲诶，当时发生。发生伫这个今仔日，安尼就是爱算今仔日的事，真济啊代志啦，有诶现即花完，有诶我诶算，伊讲啊，甲你算啊，能够下包。哦，啊，这就是讲咱这个政啊，
前部表，伊讲有两种，一个学者提出来讲有两种效果，啊，一方伊是用现金基础，啊，一个就是讲用关键发展基础。啊，现金基础因为啥？因为安怎？啊，就马政府伊要予台湾政府。阿边啊，政府所推行的货币政策，要甲废掉，伊都唔交就唔交啦，讲依法行政啦。大法官法院讲判了，唔交就唔交，啊，真正大家无法度，这点大家还要思考。为什么？我去想到这讲，国防部编的十啊，讲建国百年，什么精彩了？真正，是啊，真的真精彩，啊，那真精彩。两个台湾人民。算出来的总统讲两个字，温馨去啊！真正，安尼有精彩无？哇，有哇，足精彩！哇，足精彩，有影，国防部发言的这种。单单即摆来快啊，回避政策。但头拄仔所讲的。拢是因为回避政策内底啊，会使啥？会咱个编制个财务报表个时啊，即、這个啊基本个价值、甲基本个原则、啊甲详细个细节、甲即个顺序个方法啊，若是有一项啊会算哩，吼、哦、会伫啊互咱算哩，咱财务个报表。爱达到这个运运动的表达的时阵啊，咱会使算，会使算。所以这点啊，大家就真清楚讲，大概两个会计师做出来是无同款，因为因的观念、因的判断无同，所以讲咱会了解讲会计政策。所以大家去想讲，会足奇怪。啊，咱公司啊，要来发行这个股票，所以拢当年赚钱啦。发行了两三年后，讲我说当年咧了钱啦。啊，这就是什么原因啊？啊，这就是啊，爱大概了解讲，因为真济个代志啦，伊无啊，那么。运动的表达啦，拢无运动的表达啦。啊，实际上啊，咱会计政策啊，是爱达到甲即个讲，诶，运动的表达。啊，咱啊，即啊，过来看，即个你来讲会计制度甲内部控制的重要性。那么内部控制啦。啊，是一个主力啊，来去啊，配合啊，甲这个规定的设施啦。啊，咱会使讲主要干别的啊，这就是直接的啊，咱所讲的。啊，那伊这个内部控制啦，主要是来监视甲这个监督。啊，来监督啥物？这个会计政策看这个落实啊，甲。也啊，好的，刚好过了。哦，啊，这个，啊，今仔来倒过来嘛，啊，会计制度啊，是一个理想的标准，啊，内部控制啊，是一个监督的过程点啦。哦，啊，这个咱会了解。啊，内部控制最主要的目的，是要来杜绝机关单位啊，这个啊，舞弊啦，这个贪污啦，啊，这主要就是要来这个。大家了解，
啊，咱这个就是讲，这个有饼有两种啦，吼、哦。这个做饼有这个两种啦，第一就是在有布道的做饼，啊，再一个啊，内容啊，来内容啊，这个甲这个亲像这个慈善啊，有这两种。咱即马过来看大部控制的目的啦，咱就是头拄啊讲过啊，啊伊的坐标吼，即、這个的类型啦有两个啊两种，啊主要这两种财富报道的即个作弊啦，即个舞弊啦，就是有两种方法啦，一种是啥，咱叫做啊，迄、那个英语啊，就是看字，迄、那个做啥？咱个做英语个管理啦。啊，伊即个是啥？管理单位个啊，个阶层个，都是啥？咱所讲个讲执行长啦、执行长，啊个讲做财务长，还是啊董事长。哦，这单位啊，这人的所做的代志哈，啊来扭曲这个咱的趁钱甲了钱啊，这个代志伫这个财务报表上，啊是收入的管理啊，那收入啊，甲费用当期有啥物变动，啊又来。用这個来作为条件啦，来做条件。啊，这个简单讲就是讲，咱的有的是啊收入，啊，实在是今年的收入，伊甲提到明年来算，会使啊，会使。啊，因为伊的观念讲，这是算。预算啦，啊，这是啊，今仔收的，但是唔是啊，这是啊，大家都算明年收的，啊，这主要是咧啥？以前啊，即个做啊，管理即个该变的即个人讲，哎，今年赚薪资啊，留一寡到明年来，哎、啊，这是啥物？啥物公司啊？咱所知啊，就。因为是中国造谣嘛，啊，伊是中国的造谣嘛，啊，伊就是伊爱讲今年咧赚偌济赚够，啊，其他才赚一寡到明年来，啊，伊话叫做畅销啦，即就是讲，即咱一般讲的都就是畅销，伊会使用这个方式来调整这个财务报表，哦，啊，过来就是你来讲，利用啊，这个叫做慈善啊，这个情形。啊，这个啊，咱会使看到什么情形？伊这个，咱所知影的基督教啊，哦，啊，什么叫做啊，东山啊，啊，什么东营的寺庙啊，啊，这种是啥？早期啊，都。无人咧管理，啊，拢因个人，啊，就是一个转，伊那转转个就变因个啊，啊，所以讲这是足严重个啊代志，啊，可能下摆咱也是足有一个啊重大责任啊来处理遮个啊无公义个遮个啊财产。啊，咱即摆来讲大波控制缺失的风险啊。啊，咱个大波控制做了无好，啊，无法度达到啊，即、這个目的是啥物？有啥物缺失的啊？咱个风险啊，主要有咱个三点啦，即、這个就是啊。这个啊，诱因啊，这个啊，甲这个啊，压力啦，哦，啊，甲有会机会
大家一个讲叫做太多加合理无？这三个啊，来啊，咱一步一步啊，来加啊看啊，咱啊下来，这就是啊，咱一个压力，吼、哦，这主要是有诶是安怎，面顶个压力啊。到尾啊啊，伊来啊犯罪，啊来啊，这个做这个要做舞弊啊，这个情形哦啊，这就是啊，咱所讲的第一项，啊，即摆看来第二项就是啊，这个机会啦，可以有这个机会，啊，这就是咱啊管理上啊一个啊错误啦，哦啊，咱无加强。这个制度啊，大部控制制度啊，会哦，收款收大啦，啊，这啊，啊，无论条啦，种种啊，皆拢有啊，都啊，影响在。啊，那再过来看啊，这个合理啊，我们这个合理化，它这里有这啊，态度的合理化。以前咪讲啊，以前人都安尼做，啊，咱即嘛，那是安尼做。哦，这个观念啊，大家会了解讲，实际上，那个做个总统啊，会去管这个之下，较细这个代志，伊都等下，等下讲等下咧做，当总统副总，公文归党啊，啊，算伫啥物，啊，算伫咱，啊。阿扁啊，也有个啥心想，讲啊，阿扁啊，总统啊，这个啊，规档，这个档案吼，规偌济都无规档，啊，这，咱会去了解到，因此就是啊，实际上是唔对，哈、啊，因啊不纯粹违背这个叫啊良心嘛，啊，因为伊讲这是合理啊。那就是各单位政府机关的主管啊，特别有讲啊，以前都安尼，以前都带去收发票、收钱的，啊，才交去啊报销。啊，那另外观念讲，实际上这办理会计单位的这人，爱先看做，较起码主办会计、主计单位拢无看做，这实在。大家讲，哎，讲本末倒置，因为伊咧看咧，伊上清楚，啊，伊咧开销，啊，你就爱去等伊呾，啊，无你咧等伊呾是咧等假个，啊，伊就知影伊讲，啊，伊即摆伊讲，啊，较早就安尼，恁拢去提发票来，啊，是毋是？这个会计单位诶，一定爱，哪咧较正义诶判伊啊，诶。判官一定爱这个主计单位要来先判刑。啊，你若讲各一部门再来对接主管的，这个师傅，哦，啊，这比较是正确的一个啊观念。啊，咱过来。啊，即摆即来看就是讲，内部控制发现就是啊，咱主要就是组织上的不满吼，啊一个部分可能啦吼，啊主要那你不计费啦，伊的收入，吼、哦，但讲伊的生活吼、哦、太啊，那么啊做正当的投资啦。啊，个是这个划掉啦，啊，这当然伊的收入，那今仔讲才五万块尔，你咧一个月要开六万块，那有可能？一定后摆一定出大事的。所以讲有这个情形啊，拢是第一个叫做啊，有这个啊因素啊来产生。哦，啊，过来机会就是讲，咱头拄仔讲过啊，收款，哦。啊，是这个
爱这个员，这个要进来这个员工啊，无做过啊，迄、那个规定的调查啊，规定的调查，啊，甲分工啦、分担啦，无落实。啊，再来，这个蛮足重要，这个政府啊，定期轮调啦，这是也足重要。哦，因为政府啊，哦，都是有时候会。迄、那个人工迄个职业上的怠惰啦吼，甲职业上的，啊，我都惊做即位一啊，这个做啊，都要做几十年，安尼问题慢慢啊会去产生出来，吼、哦，啊，这就是职位啊，这个轮调啊，我做掉了，吼、哦，啊，咱过来看到啊，合理化态度啊，甲这个合理化吼。哦但你了解讲，即咱即摆咧讲一个最近发生的塑化剂，甲即、這个塑化剂，即摆甲老板发现以后，发现以后，甲老甲即个工友好解决啊，伊讲。即我二十年前，我都安尼咧插花，但咧我都用这个方式咧做啊，我哪有啥物办法？伊就是讲，伊实在应该你咧插的时，你来讲了解讲，即啥物食物内底会对咱身体有啥物影响？伊无家己去想讲，你插的是唔对。伊讲二十年前。就按那个插麦依照啊，依照这个方式啊，方针啊，方程式、方程式啊，来咧做。啊，你已经就是讲要达到伊安怎讲啊，合理化。啊，你管哪样做呀？啊，伊个讲法是安尼。啊，实际上，你爱家己判断讲，我参这个物件咧，对咱以后的人体的影响安怎？伊无可能就安尼，伊就是讲，伊是合理化，哦，这大家会了解哦，啊，这大家真，实际上啥物人个这边，真正有当时啊，咱交税金嘛，拢交去，应该乌白分分的，分分掉。啊，你管是？物控制检验这些机关啊，敢拢无责任？啊，有咧办这些人啊无？拢无啦。啊，这就是啊，流氓政府带来。我看，那是日本政府应该无这个现象。听阮老爸讲，听阮阿公讲，日本时代，你困根本就免开门啊！一个什么？因讲来讲，把咱变做中国人，台湾甲中国人。以后啊，什么在偷掠机啊？啊，这是什么现象？这亲戚可能因为大家可能较长辈者拢会去了解到这个事，啊，实际上就是安尼啊。啊，所以讲，我有一个机会，我一个同事讲，他们来互日本管也袂歹啊，来互。你讲管也袂歹啊，那爱互这个做三个月的国家来遮讲来咧甲咱管咱一流的这个人民，所以咱的感受哦足深的哦，这点大家爱了解讲吼，因人民这个是啥？因这个是合理化，因这个是这就是咱大部控制的迄个，咱过来。
咱即马讲几个例吼，啊，即个例吼，大家我看会了解吼，我无必要想要啊较详细解说，因为时间上的关系吼，因为即最重要就是讲伊收钱贵，但吼伊。伊收钱吼，收款收大啦，吼、哦，所谓的叫做啊财务界的啊买卖啊，这个股票买卖甲迄个处理啊，当一个人的包办。啊，这个人伊啊，就是讲啊，这都有机会伫咧啊，就怎个啊卖卖卖就捞跑啊。这啊，差不多有30亿。30亿，哦，这个弊案，哦，咱来过来看另外一个弊案，吼、哦，啊，当然，这社会上恁才往迄个人需要的吼、哦，啊，才来把这个资料，哦，这个登录进去，吼、哦，啊，即摆过来看的，啊，这啊，报答啊，这个啊，掏空案啊，这主要的情况。伊要掏空啊，啊来成立这个啊，这个公司吼，啊来掏空。啊，当然，即摆即有判刑啦，有判刑20年吼，啊加这个罚金。啊，但是伊拢总有70亿，啊实际上啊，只啊当所讲的啊，下一页，当所讲的啊，有。总共有70亿，啊，58亿，今啊，甲今啊，啊，58亿，要查无下落，唔来查个代志，啥？啊，真话题就对，哦，所以讲这啊，这个案啊是台湾的影响，啊，我真大哦，啊过来，啊过来，啊这个案。啊，立啊立法吼，立法吼，这个，那咱所知啊，这有诶讲啊，这个叫做啊五鬼搬运法啦，哦，五鬼吼，搬运法，甲咱台湾啊，做资金啊，啊掏空吼，啊咱来看到这个事情，因为伊先立个中华商品。啊，佫一个做立法票件，啊，佫有连啊那个产险，啊加啊嘉实化，啊加中国力霸，啊加固态啊固啊，这样。啊有赚钱个啊，那有赚钱个啊，啊拢慢慢啊就是咧赚，啊无赚钱个啊，啊只把它安尼甲把它啊。比较大家互相哦，互相安尼交叉持股，啊来掏空哦，啊这就是咱的金融机关的监督啊，啊，会使讲是严重的失职啊，这实在是严重的失职啊。啊，好，咱过来看，伊这啦，拢总负责啦。总总数啦是2489亿，啊，即嘛是美国，哦，在美国啊，王佑珍大家啊拢了解，哦，啊，咱即嘛要来看啊，我啊下一页，啊下一页，哦，啊再下一页哦。咱遐咧介绍讲啊，美国诶，这个啊，沙丁法案哦，咱主要是咱啊，美国啊，政府诶众院吼，啊，这个咱诶议员啊，甲参院诶议员吼，啊，因家己啊来提出这个法案吼，啊，针对美国啊，甲现代啊啊，会计。啊，职业的监制、甲公司的处理啊，甲市场上的监督啊，重大的影响，所以即个大家要特别啊
了解的地方啊。下一页，咱上重要就是这几个部分啦。哦，这几个部分咱也知影，咱后摆啊要做来何控制，同一个规律。哦，啊，第一就是咧加强管理当局的经营的责任。这个就是讲，那个执行长甲这个财务长，拢爱负责什么？啊，爱负啊，这个爱负有这个保证的责任。哦，啊，因为伊这个财务报告啊，拢爱有这个啊揭露啦，哎呀，啊，讲哦，啊，啊，甲这个可靠、正确性、甲可靠性，因爱有。保证的责任，哦，啊无无这个保证的责任，后摆啊，因大家签一个名啊，到我公司去讲，安尼哪有可能代志？啊，只那就是讲，啊，若爱有这个边界，所以讲违法的，拢判20年到20年。啊，因所领的这个奖酬啊，拢爱归还，啊，甲内部的放款的禁止，这就是讲对管理动作啊，就是。咱所讲的，就是执行长、财务长、啊董事长啦，啊，迄、那个也是迄、那个要做咱迄个工作，董事会这个人啊，拢爱负着这个责任。啊，因为这个关系啦，会计会啊，美国车的薪水啊，他会计上头啊，即卖电脑发达吼，啊会计。拢互电脑去处理啊，所以读会计，实际哩无人爱读哩，甲我啊，即发生了后天，你找会计，你找无人，啊找无人了后天，会计薪水怎？提高吼，即就是讲啊，即个代志，因为有钱的人做董事长啊，做这个职务的人，伊讲啥？伊讲讲，伊去掠几讲啊。啊，刚刚他诶，头前讲诶，爱有这个保证诶，这个责任加限制。啊，甲过来，那啊，这个讲啊，要求这个管理阶层啊，对这个内部控制爱有效诶进行评估。内部控制啊，爱干首先评估者，看有这个内部控制有效无？啊，再下一张。哦，啊，即摆即就是讲第。第三部分啊，对啊，会计师甲审计啊人员爱有独立性啊，有这个独立性啊，啊，袂使讲面顶交代你安怎做，你就照安做。到时啊，你但是爱有这个啊处罚啊，这个啊犯啊犯的这个行政。啊，这就是讲，这个袂使雇用外部审计人员为员工，这是说尽量的。哇，无审计人员就会计师啦，你袂使请咱个会计师个内底人员也好，会计师也好，来请来做员工，这个袂使。啊，佮讲，你若予会计师啊签证，你要过来做顾问个工作啦，你若要叫伊做顾问，爱予这个审计委员会来核心会才会使。哦，啊，咱这个签证会计师啊，爱定期啦，三年换一个，还是啊，那么几年一定爱换啊，这个就是这个要求吼。啊，过来加强签证会计师甲这个新的委员会啊，这个沟通，啊，常常做联谊啦。哦，啊，你签的啊，甲阮查内部的啊控制证明，啊，甲爱来啊这个啊，因为会计师的专业的。这个签证费啦，爱透明化，吼、哦，这个专业啊，爱透明化，爱揭露啦，爱让大家知影，
啊，再来。哦，啊，即摆就是讲家长主管机关的监督。哦，即、这个咱讲即个啊，迄、这个证管会啊，爱对即、这个有关啊，即、这个公开发现的诶，即个档案文件啊，爱伫即个公开公司啊监督机关会啦，伫即个三年内搁爱查一摆。哦，啊啊，即、这个咱也爱去监督即个啊，即、这个证明。啊，过来我看。我看今日啊，咱就介绍，把这个所在几乎咱只啊，都阿话讲完哦。啊，有最后那个那个啊，讲啊，实际上会议制度跟内部控制是足重要、足重要的一个啊。爱实施爱大家重视的一个课题啦，啊，因为咱会发生这个叫做贪污啦，啊，大家的其他的发生，拢是是做了无好所引起。啊，所以讲日本的制度甲美国的制度，当发生，咱就赶紧定出这个制度来来加强。啊，咱今次嘛发生出怪代志。咱家己无讲真，产生讲决定一个其他制度来推行，啊，这样子，咱爱大家啊共同探讨一下。啊，今日大家啊，感谢大家啊，感谢。那这个各位台湾吼，啊，我讲过一个，这个咱这个，咱这个张教授吼，有提两箱这个。有关会计制度，内部查证真侪次哦，有两千只个老家不得出来。啊，对唔对？啊，拜啊！有可能是当年咱这个会计财务内部查过只个手机啊，啊，这个张家社无条件送来咱，无收你啊，你个快下个礼拜啦，啊，咱看下我恁个滴啊，啊，我们快下两个礼拜。啊，快快些吼，快快些吼，是带来是老家吼。唔是咧送我大家啦，迄个送我大家，我睇落大家，迄是我要来伫伫即个诶图书馆吼，翻啊，我是带四箱来啦，因为迄足重的吼，啊，所以拢半箱半箱安尼啦，吼，啊啊，当伫楼骹，我是讲，若事情完，则拜托咱的同志吼，则拜托去啦，吼，已经搬起来咯，感谢足感谢，啊，摕到遮吼，大家会使去。起来看，啊，搁行，起来看，搁行，啊，其实咧，送我大家足感谢，谢谢。来，起立。李总，干杯。啊，乔总，咱收息十分坚固。我摕着国外吼，拜托来掏钱，过来，这个名牌一直爱敷下保养，你收分吼。即啊，过来下昼三点半要翕迄个团体照，啊，要团体照，所以下昼的服装爱稍微整齐一下，拜托拜托。这个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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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工
喂，请打你的电话。我要给你拨几次，打几次电话，怎么接？什么事情？等他决定的话，再想啊，是第五座，长度有点多。朱老师，我只新来，我只来了，没去过。你去搞电影了？不是哦，现在要过年，一心在变啦，对，一心在过干节来。我明白，我明白。我能吐出来。请对，李丁那个准了。哎，对啊，我也是主金，他也是昨天才来。他刚来，那中华区级的。你拿民主金话做投资人，也是正做投资人。他现在一些中立级的或上区里面的人脉，这些人脉，人脉就人脉，哎。人脉了，他那些想在内部掌控一些样子。在招总统，我本来准备买那个。欢迎加入，欢迎加入。这招料，那个你在那大陆那边名单里面。啊。啊。你们那你哪还都安了？那动人动脚的会不敢打。因为我进前无人检举，CIA 有这个办法，这些人拢不在中间。我往路歪，我上无人来去，用着。反正都在条你需要的，你就安尼大了，咱就看。对啊，咱就你就安生。讲电话一个人来代替过，还是啥的？哦，啊，等我哩个点两万两件，咱就进去。OK 啦，因为关了不是有，中国不中国，对不对？现在就是啊，然后你也不用那个习惯，你这个全国华光展，这个研究这个协会这个最里面的代表的高管。就是到大陆去了，对啊，你应该靠那里下线的一个处理和那个，最难的我们就做这块，这块那边做一下，那我这个人会啦，我们广东的个人最大了嘛。我目前在中国体制下，咱经济台湾的人民党干基建间接直接已经拢不管了，当然这点不敢推。